2月6日，陈冠希在个人社交网站晒出在美国纽约参加品牌活动时的一张大合照。照片中，陈冠希与韩国艺人权志龙、时装设计师、音乐监制藤原浩等同框。网友表示，这波潮流合伙人也太酷了吧，好多男神同框了，有种打破次元壁的感觉。非凡娱乐，时